大都撇了，咱也没别的问题。23把枪，欢迎来到英雄，抓一波，妈个巴子的，硬跟我犟。我不是说我没有问题，敌军还有30啊，你别老觉得我说他，哎，他脑袋上有包，我脑袋就没包。我倒茶我都说了有没有问题，我说我有问题，我倒茶我都跟你说800遍了，我说我倒茶有问题，倒茶有问题，倒茶有，还他妈搁这儿，你倒茶你怪队友，我倒茶归我倒茶的，他自己出错了归他出错的，咱们一码归一码，你俩跟我叭叭，我倒茶子有问题干什么玩意儿的呢？全军出击，剑圣的抠呢？剑圣没学抠吗？怎么还能打输了呢？哎，你为啥踹回去啊？哎，我可真是大妈服和机器人啥关系？不知道啊，硬他妈往我身上赖。他们家4个没打过人3个，完事往我身上赖，说这硬说我够早了，你他妈就硬他妈往我身上赖，我操！有的人真的，我都搞不懂到底怎么回事，老硬赖。哎，队友死了我的问题，这波没打过我的问题，勾哎勾早了我的问题，他妈玩个斗地主也我的问题，操了，就所有的东西都他妈是我的问题，真累，也不管个3级21，就是你的问题。我勾中个人还勾错了，跟我说勾早了。吃个饼干吧。不够肉啊，没点余震。是不是你打的信号？滚，别跟我说话，不想跟你犟，乐看看不爱看就滚，别跟我说话，不想跟你犟。
恶心人，别来我这恶心人，不想跟你说。你都没到呢，我上去有什么用呢？1-7，哎呀，银马来了，哎呀，我先给银马抬一手，我有钩。钩的AD 没勾回来，勾回来个瑞饼。魔法带阻碍着我。本来我想勾 AD 的，没勾回来，勾歪了。不行了，打不了了，太大。谁打？你为啥推他呀？爬着溜，别让他飞啊、哦！你怕啥呀？他个辅助！别 A 着我，我有三速海。我错了。我就应该玩蜘蛛。我还是应该玩猴，那我随着辅助了咋办啊？
我操！走位还不多。你老推他干啥玩意儿了？还有他上来了，你就打他呗。不行，我得搓一批呢。嘲讽 A 不出来，妈对面有龙龟呀、哦，还嘲讽，我看你像嘲讽。你干哈呢？我操，上线一个盾打信号完事儿，我上来打人了你不来，我可操你妹了。你他妈也配补刀？你像个犊子似的你。哎，我还没到线上呢，这人一顿给我打，正在路上信号，完事我上去，人家搁后边补刀了，开始，我都不知道啥意思。像个精神病一样的个玩意，咦，这玩意儿落地点不是我的面前吗？我丢你，你又能怎么样？你说你就给打上墙呗，沉默，杀，我发现我还是心太远了，我还是再一次相信了这个威音。推塔呀！我他妈把你妈杀了，我操了、注意素质，注意素质。你俩下路死了不推塔，你干啥呢？你干啥呢？你给我点啥信号啊？你以为我能像你一样吗？啊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能跟你一样？我给你勾他回来吧。900。
猴哥今天火气有点大呀，不是火气有点大，第一我们再也去打啊，打着打着呢，那弹幕开始赖我说他妈我勾，说我勾快了，你说我们勾都勾了，完事说我勾快了，本来我们根本就没有我们的问题，你知道吧？那没打赢，纯属是他妈的他们技能自己没放好，站位有问题，往我身上赖。往我身上赖以后呢，这蛤子开始啊，也往我身上赖。啊，说了走，一步不走。赖完我以后呢 ，ADC 跟个傻逼一样。好几波啊，好几波，好几波，我实在都忍他好几波了都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这不是说火气大，这是实在他妈有点忍不了了。那人家死了不去退塔去，要回家。完事呢，人俩活了，人家出去死去了。完了还老有傻逼跟我犟。哎，人家说了你走，你确实没走啊，就老这样式的，你说，那你说能不气吗？这是火气大的问题吗？这是个正常人，他也得说两句吧。我也不是修仙了，我也不是什么圣人，我也是正常人，我也得有点脾气啊。没勾到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刘季能破得盾啊！勾回来，起立，上个猴，剑圣，这边五个人，我们家四个人。打了个四换三也还行吧。主要还是那边倒插，你说那打个斗地主的队友跟个傻逼一样，放大不全放完，说他两句，哎，就他妈开始说我，你这能不气吗？你这谁能不气？我算了，你也别说我火气大，我也是正常人，行不行？说两句完事儿，别提了，拉倒吧。可以杀，瑞饼可以杀。杀个 ADC 也可以杀，给我杀，我瞪回来，起立人马。哎呦，这剑圣怎么死的呀？勾回来，我的剑圣死的好快啊，这剑圣怎么一下就死了？撤吧，我决定出个巫妖。为什么我的红宝石没合成暗夜收割者呀？怎么多出来一个红宝石呢？哎，这打大龙可不行啊！没抢到，
没想到基本上就是够呛。剑圣快跑吧，剑圣。你别给他打信号了，你给他打信号也没用，我都已经放弃了。这人已经出现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操作，已经都比较正常了，我都已经放弃他了。这人出现什么奇怪的操作其实也不意外，刚才感觉还是稍微犹豫了一点，再闪一下快点，我估计那大龙我能抢着。别推了，少个人，顺便俺们家剑圣没在，对面还龙 buff，往后踹一踹吧，等我勾吧。还视野坐起来，你赶紧给我闭嘴！还跟我俩指挥上了，呀，视野坐起来，一共三个人我都放了，你让我做啥视野啊？我看你像视野。能拆，你别往里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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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往里走。我杀这瑞饼不就完了吗？他也没啥防装，把他支了回来。剩个猴，剑圣别死啊！你干哈呢？你上去打伤害呀、啊！你盾弓都没触发呢。哎，大哥。别打假猴了，哎，你真是我爹呀，我的天，哎，我的天，人家螃蟹搁那扛了一百年，你跑去打兵，然后人家技能好了，哎，他过来了，就他每次挑的时候都是特别准，对面就是能打死他的时候，对面打不死他呢，哎，他跑了，对面能打死他，哎，他回来了，盾弓都没触发呢，大哥，刚才盾弓都没触发。你有那么怕死吗？你说他怕死吧，他有的时候他还比较的勇，你说他不怕死吧，他还真是个猪。虽然说他做出什么操作就已经不稀奇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还是看得人脑袋疼。谢谢奔逼嫂子的飞机，点死咱也不知道他往前冲什么玩意儿了。你有回旋踢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，
好痛苦。剑圣好像打不过猴啊，砍他！哎，好像能打过。哎呀，没打过。那猴有死亡之舞。小龙来一波，没有意义吗？看能不能抢一个吧。其实人头没差多少。哎呀，我勾的好歪，不行了，打不了了。三二一，走！没事，螃蟹活了。猴哥好幼啊，螃蟹1450。不用眼儿啊，你们要是想螃蟹可以出个巨酒，你们要是想大龙不行，这波直接开了吧，直接开龙吧。嗯，开龙感觉机会大一点。没事，我们家这个阵容还其实还挺好的，我们家阵容不错。剑圣快跑一走。哎呀，不行，我死得了吧。啊，我死吧，走吧，能走几个是几个吧。打了一波一换一还行，我就我来个钉吧，我来个沙漏得了。你看看，有的时候你说他勇吧，他还挺勇。那瑞饼就搁旁边骑个马，他都敢往上上。嗯，他其实也比较的勇。我勾一下也能勾个三分之一血吧，还行。哎，他其实没啥用，除了伤害装也没啥用，机器人就是没伤害，这波可以上。不好上啊！不上，没人，后边没人，中推来，我勾一个。他们家上路兵线很差，快推中，那上路得有人去守。
螃蟹过来呀，螃蟹啊，瑞饼，瑞饼算了，不勾了。不敢勾啊，没法勾啊。你说这猴老打我干什么玩意儿了？为啥老杀我呀？确实得来个沙漏啊，我一看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the turret. 眼儿留着一个也不做，那么请问您，我的眼儿应该做到哪里呢？啊？请问您，我的眼儿应该坐哪儿？刚才我们要中推，左边视野我过不去，右边视野我过去，我没办法再中路，后边的又没有人，我坐哪的眼儿？我问问你，我坐哪个位置的眼儿？你告诉告诉我，我坐个中路线眼儿还不行？你想让我坐哪个眼儿？坐他脸上，确实应该坐你脸上。哎，好勾！别搁那人群里转了，螃蟹，蛤蟆走了，还行吧。You have been slain.三条龙还行，不是四条龙。把这卖了，买个沙漏嘛，省得他妈老杀我。我也不知道杀我干嘛。保护维恩，我保护维恩，我都不如保护你。保护维恩，他配不上我的保护。先把那瑞饼给他秒了，对，别让他放技能。那猴能不能别杀我？快去螃蟹，我不行了，我没技能了。螃蟹给我上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漂亮螃蟹，漂亮漂亮漂亮 ，nice， 中推。实在没技能了。能不能一波？是剩个瑞饼，赶紧的一波吧。起飞。